碗，装稀饭的碗。那妈妈在做什么呢？妈妈准备要去吃饭了。哦，那为什么爸爸在台上呢？他准备睡了。对，整个人很好的。那他是谁？他是那个讲要开始那个结婚了。开始 OK， 准备吃饭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打了吗？你打了。